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了。为什么不带？你们俩干嘛？啊！我出去，我今天没有出去呀，跟小孩儿似的。现在就当是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。啊，你也要参加？什么话？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？我有。这个时候从兜里面啪掏出一张卡，我还有卡呀、啊。对，有卡呀。快点，我有。哎，你说下什么呢？腾就起来了。你想到了。给气死了。